多直升机离我们超近的耶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不是来看直升机的，我们要去采桃子咯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桃之乡呢，它主要采的就叫这个福利美甜桃。哇，桃子好美耶！这都是哎呀，好甜啊！所以它这样轻轻的，不会酸酸的，对不对？完全不酸，完全都不酸，好好吃。我们现在呢，要跟随桃之乡的陈老板一起去看看我们的桃子园哦。请进，请进。来哟。这宝，你等一下就看啊，你有喜欢的你就跟我说，好不好？我来捡。好，我们把最漂亮的桃子带回家。你们等一下才有两个品种可以采，对，一个就是我别红色牌子的，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吃的那个甜桃。好，其实这个甜桃叫做福利美甜桃。好，它这个饭软吃，它会比水蜜桃还好吃。嗯，是软了之后，就像你们刚刚吃的水蜜桃。所以像这些其实都可以采下来了。哎，我等一下给你们说它采哪一种的。OK。啊，这种都是药材。弟弟刚刚就是拿那个粉红色的桶子乱挥，敲到芝宝的头了，很痛，很想呛一针。哎呦，好了，一下下就好了哦，没事没事了。李甜桃哈，其实像刚你们是这样，你才有在四五分哈，那这个北部北部啊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嘿，这种就很好吃了。对。第二个桃子呢，不要捏它哦，捏了它会呕菜哦。要拔它的时候转它，轻轻的横转一下，哎，一次不能转两下，第三下一定会下来的。哎呦，真的就是这么简单，这颗超美的小桃子，赶紧取下来喽！哎，生意太好了，我赶快再采一颗放进去，一人放一颗，不然打架了。啊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来第二颗转。哎呦。这次更快，一下就下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其实这个高度啊，对我这个哈比人哦是刚刚好的，你知道碰不透头，可能175就会顶到了吧，差不多啊，180可能就要弯着身体走路。像我就没有这个顾虑哦，漫步在这桃子园，你比较踩不到高的，我就上面的啊，我就踩垂下来的也可以啊，这么多漂亮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再找找，这里也有小梯子可以用啊。在哪里才有？这颗，这，啊，我这条就真水了，这条这个给弟弟采嘿，这好好拉下来，来转转转转，哇，给爸爸看你的，你这一颗有没有很厉害？哇，这是宝刚自己采的，对，你看这尾椎红红的，很厉害哦，就特别好吃哦。那个不会跌倒没有关系的，你站上来，你要我给你的，站上来，来，好，你采采这一粒，这里。不是那一粒，这里头上这一粒，我去，哎，那一粒我采下来，好来啊，背了一根拔了，好，手伸上去，手伸上，手伸起来，伸上去，我牵着，有转了吗？来，有看到吗？你看，这是你自己的桃子，我看看，给吧，好，轻轻放进去，轻轻放，五个叠在一起，慢慢啊。好，换弟弟。六个。哇，这个也不错哟。爸爸给我。转。转。好，我再采一颗来。我们现在到了红玉桃的区域哦，来，芝宝选中这一颗哦。那绿绿的。不是，不会，另外一边是红的。转转转，轮到我上。那我们看一下。哦，其实它摸起来就是真的是比较脆、比较硬的那一种品种，跟刚刚吃的完全不一样哦。这一颗，这一颗，对，来转转。妈妈，我很傻。头上这个也蛮红。手指高，转转转，哦哦哦。很厉害哦！我采十个耶！现在要采哪一个啊？这个看起来还不错，红红的。好。哦。哎，拿好
好，在这边啊，如果你是来摘桃子的话，在园区是不能现采现吃的哦，因为老板说其实这个桃子摘下来是要给它熟成之后再吃哦，会更甜更好吃哦。后面不是这一颗，后面这一颗，后面这一颗吗？这这这这，我是猴子，我来采桃了。它越高啦，越少人摘啊，所以比较红。翻山越岭。这个啊。嗯。来吧。哎呦。啊，下来了。不错吧？我们采完自己喜欢的红色小桃子了，我们要去结账称重了。然后一人有十个，对，二十颗。如果在园区内啊，不知道你采的是这一区的什么桃或那一区的什么桃，放在一起没有关系，老板很专业，他会帮你分装好哦。刚刚呢，我们就合力呢，大概采了二十颗，那现在这样的重量称出来呢，金额大概是270左右哦。超新鲜的桃子，回去放两三天就可以吃了。你在吃什么？脆桃。脆桃哦。这一颗叫做脆桃。红玉桃。红玉桃，脆脆的哦。我的这一颗呢，叫做红玉哦。哦。脆。脆。比苹果要脆。是硬的。味道没有这么甜。吃得到这个皮的味道，哎，皮的那种干干涩涩的味道还蛮特别的，我觉得。哇，跟苹果一样脆。来台中新社桃之乡采桃真的是非常有趣耶，我觉得里面环境非常干净哦，而且桃子离我们也很近，里面的桃子又大又甜又漂亮哦。时间到了，月份到了，赶紧联系他们的粉专过来摘桃子哦！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 情报的频道，按下订阅、赞、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！谢谢大家，拜拜。